真海波浪，真情冲冲，敢是注定你甲我今生今世无缘再相逢。就一个工作人员突然打死一只蚊子，他开始念往生咒。反正姓蚊子吗？没有啊，顺风叫我没有礼貌嘛，我太气他，我就用手肘把人家那个车窗玻璃打破。我知道我两个小孩他们有这个体力，跳水，你早上起来三百下。下雨天哦，对啊，那就福利人跟仰卧起坐。你知道新闻的英文名字叫什么？叫什么？叫 news。对，对 news 里。News 为什么 news 新闻嘛？对啊，那是企划到现场来跟我讲，哎，新闻哥，我们今天的内容什么什么，那你待会要上。你们恭喜恭喜恭喜，之前兄杜安的脸，杜安的脸 ，Michael， 他的练身体已经到达走火入魔的境界。怎么说？甚至于我们在拍戏了嘛，大家拍戏，因为我们都在当兵嘛，调出来拍戏，那时候大家就觉得很凉啊。哎，你要去哪里？你不懂啊，我们陆战队的，跑去一个人跑5000，跑完一身汗，全是湿的。然后导演一看，李新文，我怎么拍？你怎么会搞得自己这样？然后过一会就他回来了，脸色又发白了。遇到你，不是不是不是，哎，我的身份证呢？我的身份证，我干嘛？干嘛要拿身份证？你听我讲，小康，小康，你先下去帮我围，帮我围，围什么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你先下去啊，警察帮我抓回来。我干嘛去啊？我下，我电梯一开，那个警察已经在笑。没有啦，你也劝劝他嘛，对不对？你看古关这个纵横公路，对不对？万一晚上突然有一个蒙面啊，蒙面一手拿一块大石头在跑步的，然后上半身没穿衣服，对，上半身裸的，裤子是红色，海军陆战队的红色，对，然后白色蛙人鞋，对对对，然后那个蒙面那个面是什么？金门战卫兵冬天那个露两个眼睛的，对对，特勤组的啦，哦，是是是是是是，只有两个眼睛，对对对，纵横这样跑。就被警察削回来，你回来。其实我跟你讲，那个是很正常的事情啊，真的很正常，因为天气其实已经十度以下了。然后你们那时候在拍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我比较早收工啊，我想去探班啊，大概隔十几公里嘛。探班你跑去啊？对，跑去啊。要不要干嘛？没事嘛，跑去那边探班啊，拍拍再回来。天气很冷嘛，我会戴那个是很正常的。可是你为什么要赤裸上身然后戴头呢？我没有赤裸上，我没有赤裸。后来比较热，好热了，好热。我跟你讲，那山里面根本没有人。啊，那我捡石头是，哇，那石头好漂亮啊，我说捡回去当正使用的。就是很单纯的事情，就被渲染成好像遇到什么状况。可是我真的，很尊敬他。他常常跟我讲，有一次，我们就不是有那种真北冰，不是有那种什么石头很热，然后虾子活的丢进去，盖子盖住，然后就可以吃啊，对，很甜美啊，这样子。他就跟我讲过一个故事，就是说你要吃这种东西，你要知道，它有可能是你前几世的亲戚朋友。完了，我之前听到那么说，我看到那些虾子，我不敢吃啊。他有可能是我兄弟姐妹，也可能是个好朋友，我真的不敢吃，就因为他一句话，到现在我从来不敢碰。要帮那一下办告别式。还有啊，有一个工作人员突然打死一只蚊子，他开始念往生咒。没有啊，就讲翁嘎贝拉甘姆沙哈。哦，你来了。新闻是一个很虔诚的一个信徒，请问两位有没有什么义气的事迹呢？我觉得我今天来这边挺这个挺帮帮忙，对，就蛮义气的。人家不是挺我们帮帮忙，人家是挺王世贤嘛，你是不要脸的东西。那你还说对？我也是，主要也是这个原因啊。哎，他也是回味2年没有来。他一直跟我讲说他没有办法来，没有来上国光帮忙，对对对，心里有没有点愧疚？对，对不起你们三个。我们也刚好又来，机缘成熟。我知道你们，我跟你讲，这是机缘成熟，你知道？因为我们遇到的。好啦，不得了啦，不来啦。你看，我就知道啊，我就知道，你看。满哥动不动就起来哦，奇怪，我怎么还是这么冲动？满哥，快满出来，等一下。然后孙鹏跟那个新闻呢，就不知道怎么了。孙鹏就说：“你没有礼貌，什么洗口脚。”新闻就很生气。我怎么没有礼貌？我很有礼貌，生气一下。孙萌也很贱，糟了，这是真的。然后孙萌在旁边，哪有？你这没有礼貌，来来来来，一直骂。
骂完之后呢，大家就不怀，也没有不怀，在新新闻就很生气，然后我们好，那不要喝，大家回去。然后孙博就很高兴，哎，现在回去了。然后江爸就问我说，哎，我们去吃个面，我说好。然后新闻要不要去吃面？我不要，就一个人 走向远方。我说哦，好吧，好吧。然后之后呢，我就跟江爸在一个面摊在吃面，过一会就听到旁边，嘘，小刚，小刚。我回头，哎，新闻干嘛？你快点过来啦！我走过去，哇塞，他那个手啊，就他那个把包这边，然后那个血已经从这边指缝这样渗出来，这样一直在滴。我一看，哇，你怎么了？我就跑去拿那卫生纸啊，给他先包起来。包起来以后呢，我说新闻你怎么？没有嘛，孙博叫我没有礼貌嘛，我太气了，我就用手肘把人家那个车窗玻璃打破。新闻，对不起，你没事吧？20年后才跟我说对不起啊？对不起，没有啦。不好意思，没有，那年少轻，没事吧？来亲一下，没事没事，南哥不好意思。雄壮威武，哇塞，新闻雄壮威武，怎么样？他生气，他生气之后怎么样？他把摩托车举起。你为什么要举摩托车？因为眼前只有这个。就是一股要发泄的力量。就是力量嘛。新闻有什么？这样好了，就今天沙发你举起来，举起来给我们看啊！沙发你举得起来吗？我举你好了，好来。哎，等一下他又去砸车子了啦，你不要动他。举可以，不要摔哦。太简单了。哦，这样子吧。哦。反正。好，再反转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，有一次我看到他一个人就这样。为什么是这样？去。为什么要休息？他一直都不赶快拍完，我已经熬夜熬了好多天了，你们为什么还这么样放纵自己？然后为什么不认真一点？到底有没有去休息？然后他是那种很想要把它做好，然后他一个人就在那边闷，然后他都不敢讲话，也不想讲话，也不敢跟大家大声，因为大家也很辛苦，他也知道。然后他就看他在深呼吸，你要因材施教，是你的小孩如果说他有这个体力，还有这个能力的话，你每天给他训练，像我知道我两个小孩他们有这个体力，跳水，你早上起来300下。下雨天哦，那就福利人跟仰卧起坐，游泳队的，游泳成绩也都很好，很优异啦，很有，他进步很快，就非常快。有你这种爸爸，谁？我有一次哦，去学校去找他，结果我找游泳池里面找那种比较慢的，我怎么找都找不到他们，你知道吗？我就问教练，哎，你现在来啊？我说，哎，我找我儿子，可找不到他的。哦，那第一水道，第一水道，那个有那么快是我儿子吗？去看，哇，那我儿子，吓一跳，回来加200下，加两百下，你没有，你没有，是奖励他，还要奖励就是加，本来300，加200下，变了500了，对不起啊，来，大家有赢麦美杰，咱播到底呢，王世贤也演唱会。真难磨，夜夜搁想你声落哟。明知影结局是悲伤，也是对你痴情难磨。月娘啊，伊甘知阮的苦衷？只好放心中。OK OK，
你看，像以前我们出去玩，新闻叫他唱歌，他翻脸啊。对对对，唱什么？现在在全国面前在唱王世贤的歌。对啊，嗯。刚刚我在后面整个感觉兴奋起来，为什么？我觉得好像那种投币式卡拉 OK 现场。这算舍命陪君子。你知道新闻的英文名字叫什么？叫什么？叫 news， 对，哦对 ，news， 里 ，news 里，为什么 news 新闻嘛？对呀、啊，播报新闻的新闻。哦，就这样值班就对了。对，新闻。当年你在三立电视台那个台湾全纪录，哦，那个很硬哦。我最记得有一次他在台东啊，屏东还是台东约我，我们俩在同一个饭店去了。对对。来，小张。我说对啊，我差不多要拍完，那你有没有事？我没事，然后跟我去出外景。我哎不错啊，因为我也背一个登山背包啊。那怎么去？哦，我们去中央山脉纵走八天，拍新闻。哎，你那个时候，而且新闻那时候还出外景，还掉到山下去。对对对。哎，你出那么辛苦的外景，你是为了什么？哦，一种自我虐待，不是一种使命感。使命感。哦。对这个环境的使命感。是。觉得如果我们没有去做的话。这个环境可能很多人不知道，然后慢慢破坏掉，或者慢慢视为掉，或者慢慢忽略掉。嗯，那我们将会损失更大。所以我那时候很大声疾呼。后来我这个节目做了八年，我觉得差不多可以接棒了，我才接棒的。缝很小吧，差不多侧身，然后大家都侧身。我心想，哎，如果夹起来，夹起来那就大家都很怕。山壁还没关系，还有毒蛇的。哎，我上次有一次看到你是从那个山壁滑下来的嘛？哎，对呀。啊，这样哇，我吓到了。他爬上那个什么？高压电塔哦，对，70公尺嘛、欸，他是走那个电线这样爬过去，你是为了什么？我跟你讲啊，你是跟小波吵架吗？不是啦，那个是企划到现场来跟我讲，哎、欸，新闻哥，我们今天的内容什么什么，那你待会要上，你们讲错，没有啊，你待会就跟他们上，你知道吗？我在下面就在那边插，李新闻第一站就没去了，第二站没去了，第三站没去了。后面都输，因为我还过了那个 S。他做那个事情真的是只有台电的专业人员才敢。而且哦，他们上去那个螺丝是没有绑紧的，没有锁紧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调整啊。哦。所以你在上面那个风哦一吹你就开始。哦，是会晃的。而且他那个是他那个这么高，对不对？你越爬你就这样，感觉是这样。哦，这样。这个节目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人爱戴嘛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到人家做不到。因为一集才多少钱？你这样冒险。嗯。哎，你无惊人啊？这种使命感，哇，真的太危险了！我这种看到地震，然后夹起来，然后我就挂了。新闻，那老婆又有没有 complain 过？对，会不会觉得我家不装 cable 的那时候，我妈不准看，我看到她一定会反弹啊！你会担心我们家不准，你不装是吧？对，不狠，不让她装了，不能让他们看、啊。你这个使命感实在太厉害了，你干脆去当情报员算了。我问你有没有怕的？我是 PTT 俱乐部，你不知道。什么意思、啊？怕太太俱乐部，哎，哦，怕老婆啊，尊重，对，哎呀，难得一样的，他这种是真的怕老婆，怕老婆。其实他老婆肌肉这么大一个，今天没出来而已、啊。可是我们在这边要讲一个李新闻最厉害，他这个老婆是新闻17岁就认识，对，这个是令我这么。对，真的是都认识，熟会了哈。对 对, 對，可以讲他没认识你之前，我们都被你老婆骂过了。我是情报员的，情报员的见识比较久。不好意思，情报员，李新闻还有一个很厉害的，哎，他不管生病或受伤，他很少在吃药打针。我们不吃药的，哦，不需要吃药。我觉得人是无病化的，是因为很多、啊、人是什么无病化？对，什么意思？无病化。其实人是因为烦恼啊，然后一些问题，所以才造成人的一些新陈代谢的迟缓，所以造成一些血管一些问题。嗯啊，当然有一些是扯到宗教了，没关系，那不宜怪力乱神啊。那如果说你发烧了，你怎么处理？我就好好睡觉啊，多喝水啊，就行了。发烧是最好治的啦。发烧是好事啊。怎么治？好事。发烧其实发烧是清净化最好，新陈代谢的一种嘛。对，它其实发烧是很正常的事情。哦。人类发烧以后，你身体那个毒素才会。排解出来，排掉，所以要流汗。你反而把药吃下去，让它毒素包起来，它永远不会散开来。哦，对我们来说是这样的。嗯，对一些没有信心的人，他就哎呦，哇，不吃药不行啊，一定要吃药，要不然会那个。可是那个病毒会一直在你身体。如果说你老婆偷偷喂小孩吃药，你会生气？我老婆不可能的，他老婆也不是他说的，我。哦，我是他执行者，他是决策者。